这台车要价7000万元，车主是他，景都建设董事长黄国明，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艺术品，引进台湾跟大家分享，哦，可以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网友目击这辆意大利超级跑车前天出现在桃园监理所验车领牌，成为国内少数符合台湾法规合法挂牌上路的超级跑车。过程当中呢，他们的总裁、他们老板也亲自来到台湾好几趟，就针对这个我们交通部还有各单位的一个检验的规定。超跑玩家将军拥有一辆，外传爱车如痴的周董周杰伦也有一辆。动新闻，好贵的车啊！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，